林可家族。小林玩具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小林，我们今天要干什么？小林今天啊，带来了非常非常好玩，又非常非常梦幻，又非常非常益智的玩具哦。对对，小林玩具三宝积木，好梦幻，好漂亮啊！那就赶紧拼起来吧 ，Let's go！我们的小林玩具森宝积木呢，可以用积木搭建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场景哦，就是不仅可以锻炼它的手工，而且非常的益智哦。那我们首先就来玩的就是呢月月旋转木马，一起组装看看吧。首先呢是有一个说明书，这边呢就是我们要搭建的积木了。哦，很多哎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。先呢做第一步，就旋转木马就拼好了！哇，看一下这个月月的旋转木马，我真的被它的细节惊艳到了，真的好漂亮！首先你看这个小爱心，然后这边你看，觉得颜色配色真的非常少女。关键我觉得它这个太好使，它真的可以转。你看，哦，知道你知道，一直扭动它，操作这个地方就可以转。对，而且我告诉你，除了这个月月的旋转木马，我还准备了另外三种超大积木。哇，快点给我上上来！哇，另外三个积木也太大了，把我们的身体都挡住了。巴拉巴拉，嘿！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小林玩具的采访车了，哇，像我们的演播厅一样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第二个这个小可爱呢，就是旋转咖啡杯了，咖啡杯。OK， 哇，这个细节有没有？哦，是冰淇淋车的感觉。对，然后这上面你看是那种果汁饮料，然后还有这个草莓跟爱心，哇，细节超棒，哦，真的可以旋转。哇，做完咖啡杯之后呢？我们要去看看这个摩天轮，这个旋转摩天轮是真的可以旋转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非常漂亮，是它都有一个小翅膀，它的这个座位做的特别好看，爱心、月亮、星星，每个都不一样哦。那在游乐园里呢，除了刚刚介绍过的，还有休息区、饮料店、冰淇淋店、花店、糖果店、照相馆、礼物商店、饮料贩卖机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赶快利用这些玩具呢，来做一个游乐场吧。好呀。小林游乐园正式开园。哇，这里就是小林游乐园了，看起来好有趣啊。这个好高啊，好好玩呀。哎，那边还有旋转咖啡杯，我们去玩那个吧。那边还有冰淇淋店，那我们玩完旋转咖啡杯就去吃冰淇淋吧。好呀，现在就去吧。夏天，旋转咖啡杯也好好玩啊，做完这个就赶快去吃冰淇淋吧。您好，请给我们两个冰淇淋。我们去休息区吃吧。嗯，好好吃呀。对呀。啊，不过我们该回家了。好可惜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下次再来玩吧。嗯，好的，那我们下次再来玩吧。好了，今天呢，小林和夏天就一起玩了小林玩具森宝积木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你们也觉得非常非常好的话，请记得点赞还有关注啊。对了，今天呢我们还留给了大家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小林和夏天在我们这个小林游乐园里面没有玩哪一个项目呢？一，采访车；二，旋转木马；三，旋转咖啡杯；四，摩天轮。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不要忘了留言告诉我们哦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
小林魔法世界二，寻找欧若拉公主，正在热播。